整只烤乳猪伙伴架在铁架上，超大分量，光是现场烤就要花上4个钟头，直到表面焦香，现场阵阵飘香，当场片，当场吃。 底下用的是龙眼木，增添炭香味儿。中秋节吃烤肉，但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加上非洲猪瘟来搅局，业者说业绩只剩下往年的三成不到。会不会运气好一点，可以不可以再恢复正常的烤猪？龙眼木堆得比人还高，业者说去年这时候早就忙到没空售放，去年订单100多只，今年剩下不到30只，没被取消就该偷笑。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又。 取消，接到8月取消的有60多只。尤其今年猪价创新高，以拍卖价来说，每百公斤从7600涨到8400，连带影响烤猪价格，连工带料外加人力，一只21000变成23000，一口气涨2000。猪肉、鸡肉、香肠也很多啊。民众说担心非洲猪瘟，干脆改吃鸡肉。另一方面，中秋节能不能开放让民众群聚脱下口罩吃烤肉，都还是个未知数。中 秋节烤大猪，武汉报道。记者曾伟翔、陈广瑞、吴鹏新，南投报道。